次元分区。对。我这谁的手机啊？九神的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我站这儿能打不到吧？不是有什么防守问题？我打到了，我打到了，我到了，没打，我取消了。滚吧你！他两个你也是吗？他两个跟我一起走，我们打个车了，走啊！还可以带一个。啊，还有一个。没有打。估计我被拒绝了，我被拒绝了。多少车啊？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开心。哎，就过去吧。好，谢了。谢。可以给我。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吗？对啊，你已经在拍了。哦，我去那边，我去那个健身，他们健身吗？不是，对吧？健身我也去那边。其实我都不用去了，人太多了。不然我来知道办公室。人才这么多吗？人才特别多。我操，3.6。哪几个？我直接开播了。开吧，开，直接开，直接开。我手机啦。你们直接开播算了。哇，下雨了。一次元吗？对，一次元只能挂一次元啊！别开超清，要卡要卡，开开标清。后台容易卡呀，我跟你说不算的。那我的手机呢？我的手机呢？等一下，手机在你这儿吗？啊？把手机在这儿吗？直接开吧，生日快乐！直接开吧。密码是何来着？还是我们早点过去。等一下，密码号一。来，兄弟，自己拿上。我还自己拿着。你拿着。等一会儿过去吧。给你们看脚啊！来了，来了。生日快乐呀！吃了两个豆豆。康俊龙的脚是绿色的，哎，我的脚是白色的，哎，直接就是一脚。哎，比比腿。我操，我的腿不比你的细吗？哎，腿不比你长。长啥长？你这脚谁跟你比腿细呀？我说腿长，你这长得你妈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哎，来，我在这儿。你放屁哟！哎，我也在这儿。哎，你刚刚死在这儿哟。曹振声有病，我好变态，妈的！我靠，我靠！直播打人，哼！不，直播打人，妈就是欠打。喂，看！站在边上去，站过去跑位。我刚刚打哪了车？我的车还有一分钟。我的车还有1.9公里。你们运气不好啊！哪里一分钟？断桥时候下的雪，我望着湖面。9年教育尽沧桑。10年寒窗鬓微霜，吾等言语太优秀，吾等只能扭扭扭。好呀，这彪哥他妈怎么搞得跟个死人一样啊？来，
别装行吗？谁一样的鞋啊？我三个鞋都一样。我这是国潮李宁。特务标。他们三个是绿精灵。不好意思，彪哥，我没有出。绿巨龙 ，OK。你就是小小绿头。到了没？来看一下。他到了不就到这了？你看啥？有啥好看的？智商，注意智商，别猴急。到了店了就是我们的，我们最快，我们最屌。我们拍定妆照的时候，那边有人说什么？嗯。那应该，那他妈那个东西都进不了。哦对哦对 ，Go go go， follow me， follow me。再来一个，再去一个。对。咋把摄像头倒过来啊？咋倒啊？这边啊，翻转。哎呀有点小帅啊，有点小帅啊，你们下载个触手娃娃。哎呀，给他不露多了，就露个字。6666，你把美颜关了。嗯，关不了。来，都平了，把美颜关了。平了。哎，这头发咋回事啊？别说我口角的英文发音，你给我打一串英文，马上给你读出来，快点，给我打英文。啥？好久不看了，来，看你跟丑是不？你好丑啊！哎，是不是你比较丑 ？Freestyle。My bun is cut， 啥意思啊 ？You are a pig， 聋子彪。You are dog， 超子顺。你们那个英文他妈19级。这发型有点翘啊，这发型，今天就给你们看这个东西了。不行，你这就不够自信了，我跟你说。我就只给他看我的小呆毛。You are a pig。 早上洗啥脚啊？ Kobe Bryant。 这个准吧？那 Kobe Bryant 多了，真有聋子彪 are cute pig， 曹子生 are cute dog。 对，健身。过滤，屏蔽系统和礼物，只看聊天。有没有谁啊？旺仔吗？啊！万青前天搞。哟、啊，你咋弄这么美啊？帅死喽！还瘦脸、啊。帅死喽！对啊，每天早上健身。啥瘦脸啊？我脸就这么瘦。你这咋还没开播？我还有点触手臂。专属礼物，浪漫。这现在这礼物好多啊。送你两个汤圆。What？ 哈啥？Handsome boy 啥意思啊？
帅气的一撮毛。大早上都没人看了。猪年要变猪喽。啊，帅气的男孩。撩起来，墨西哥吗？流鼻涕又不代表感冒了，只是流个鼻涕而已。对，在下雨。因为车在晃。曹志胜的生化者。DC 点七年。真有钱，曹志胜的生化者，一个人的名字叫。哦。我靠！我早上忘记递生化水了。别搞笑行吗？啊。谁啊？你。我靠！我啪啪。啪！你们待会通车让扔你上。两只小蜜蜂啊！啪啪。帅哥到喽。来、啊。到了。到了。下车。小八是谁啊？八千啊。啊，不是，我操，下雨了，冲啊，绿灯，真的假的？那个是绿灯。哦，我操，为啥车是绿的，人是红的？哎，你车人一起跑呗。还有元宵。灯桥是否下过雪？我望着湖面。就这点啊！我看一下。我没看。六六六！我他妈看想都想不起好吗？我要是你，我直接就点下去。我不是我，我都不是我。走了。我操！你他妈在这打拳还是我？我靠，这发型自然一吹，帅极了。因为在下雨。我要烫一个中分。嘿，就像我现在这种感觉，凌乱美。那是因为我头发变长喽。防脱洗发水还行，感觉还有点效果。主要是我的头发太细软了，我都不知道整啥发型，每次都要整一次性的，关键是整一次性的呢，平时又不够帅，哎，就很难受。我想了想，这种细短的头发能整啥发型？寸头、平头、球头、光头，就想不出来了。我操，顶不住了，有点冷啊！啊，哎呦哎呦，别这样！哇，好大的雨啊！快吧快吧快吧，我一般就穿两件啊。球头你们都没提过，就是比光头长一点。啥？寸头？寸头是棱，有棱有角。球头是圆的。就是整个脑袋搞个2毫米、3毫米一推，知道吧？光头是发光的，给你们科普一下啊。春季在那个
那个是球头加略微子弹头，然后后面是寸头。嘿，嘿，我之前不是提过寸头吗？帅死了。但是俱乐部有个骚包不让我剪头发，他说要我留长头发。要进电梯了。光头公算。他们肯定淋雨淋惨了，他们好多都没走了。他们走回去是吧？没打到车吗？我都把菜那些都检查完了，我出去怎么可还一群人站在外面？还没打到车呢。那你咋来的？我自活了开着车是蒙过来的。嗯。哇。那人呢？上车了。我去把车停了。肯定是陈夏，我的腹肌，当然有啊。那个方呗。不是烫了显得头发多吗？打烫了就秃了。春节那不就寸头吗？不是都说烫头能看起来头发更多吗？然后它就膨胀起来了。我要脱衣服了。本质上伤头发。加油！啊、哦。今天不上杠课，但是要上。那我就把头发剪短。我就直接剪一个寸头。等天气暖和一点，以后我就夏天寸头，冬天长头。放到地上，免得砸到自己。爽死了。然后放一个叉子，然后再拿一个单独的2.5公斤。现在这都没发型，你看我的天，把我眼睛都给遮住了。还好我手快，不然手机都掉了。Thank you.
都有吗？寸头就没发型了，就简单又方便。不对呀、啊，咋我自己还拿着手机啊？咋没人接班呢？难道是准备今天让我在这直播他们训练他们，到时候直接就叫龙子彪给我蹲下？干啥？猪蹄子。接班，我来取你的吗？九成的这是。那给我这个水的吗？你九龙的。那我给我啊，那九成的给你吗？开了吗？哎呦，开了。开了，为什么是我自己啊？哦，他可能没切换。哇。那你就拍照吧。柠檬，你又看到我了，你们这些人坏得很。元宵节快乐，各位朋友。好热呀、啊！我贴了个暖宝宝，我的天！啤酒。在干嘛？男孩子的友谊总是奇奇怪怪的。你过来吗？还是我过去吗？他怎么搞完这个又搞那个呀？为什么今天来这个？我不知道。坐下，希望九成不要把老后老房露给我，很尴尬。除了杨艳有点无趣，我穿一点想去买下衣服。Thank you.
没上传吗？我一会儿问一下。我一会儿问一下啊，录播。我好饿呀。刚五公斤的，都是男生，好吗？不能那么弱啊！不能那么弱。对呀、啊。直接搞个五斤的。大家把自己的位置稍微的挪开一点点啊，因为咱俩不工作，不要把自己给踹了或者踹了。我好乖呀、哦，我觉得他们今天。我这一饼下去你可能会死，这你们看不清吗？这个画质将就一下、啊、手机直播画质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自己来看，曹志顺今天挺活泼的。好了呀。OK， 今天的挑战50分钟，只有30分钟，但是我会中间给大家间歇，所以说一共是50分钟。在上课前呢，我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基础动作。我们今天做的最多的就是 cardio 的训练，心肺的训练。我应该去训练一下心肺训练。所以说心脏不好没有说心脏不好，就是心肺功能会稍微差一点点，因为没有经常运动。但当你每周到这里来运动之后，会调节你的身体，好吗？ OK， 那我们最要做的讲一下的动作，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 squat。 待会儿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的杠杆放到肩膀上握最多的地方，双脚打开略比肩宽，做一个深蹲向下，往下的时候臀部向后向下坐，膝盖大小可以90度，肘关节往前推，把你上半身推起来，更多的去感受你的大腿和臀部，好吗？第二个划船，去练习到你的背部 and clean， take a roll and clean。 clean 的时候你需要把英文是啥意思呀？身体放到锁骨的正上方。现在健身有点先进哦。今天会做的更多的是 squat push。啥玩意儿？加油，是要去挑战自己，好吗？今天这老师没有开音乐，我都不好意思说话。俯卧撑，我给你们两个选择，第一个跪膝的，第二个。还可以跪着做俯卧撑呢。OK， 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挑战自己去做直膝的，好吗？加一个青蛙跳，不要哭啊。OK， 你们在哪儿看到的星星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声音，音乐声音我会放小一点点。就是还是要放一点，免得我很尴尬。站起来了。哟，脱衣服了。开始喽。哎呀，我是20块钱的手机。喘口气。OK， 在我们训练途中，训练完了一个小节之后，或者中途间歇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去补充一点水，好吗？但是不能喝太多，只能喝一丢丢啊，喝多了待会儿你会晕倒。OK。
这也太骚了吧你们。拿的应该是2.5公斤的，然后教练拿的是5公斤的，一个二个还在说重。来蹦迪了，蹦迪了。音乐声音可以听见吗？可以听见，太能听见了。到肩膀上，这样成功。Come on guys， 不变啊。Come on guys， ready 了。放到肩膀上最多的地方。ready 了， ready 了。双脚打开，略比肩宽。手不要反着握，正握。我是感觉不对了。OK guys， 起身，上半身立起来，挺胸，肘关节往前推 ，squat， 肩宽，按照自己的频率向后向下做 ，down average， 臀部向后。怎么在今天早上双鱼健身啊？说的我怪羞耻的。我用手机在拍呀，麻烦不要拍我。我以为他说的是 boat 呢。根据自己的节奏，向后向下，小心这个音乐应该快一点。保持住自己的。哪有个外国小姐姐啊？你们这是在哪儿看的呀？哪有外国小姐姐？没有外国小姐姐。Go guys。心只能跳给我看。break。我们有四个朋友，四个同事们。痛死了，刚刚那个动作。啥动作呀？那个动作，好的你。我们有四个同事在举直播，三个吗？四个。哎，咋只有三个手机呢？还有两个呢。还有呀。我们那两个。现在这个小田，加油！第一个动作。感觉教练也很累呢。给你们看看教练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好。
你们说的是哪个同事很帅呀、啊？最帅的难道不是我吗？他们应该说的是。他是最帅。我今天声音也太小了，帅同事。没有，看错了，是我，没有帅同事，最帅的就是我。教练背上有个纹身，贼好看。反光啊，反光，你反光，我又不能让别人去关灯，那怎么办？反光就反光吧，反光反光看吧。这个怎么这个样子呢？我没有想藏着帅哥自己留着，你这个想法撤回。我好饿呀，这个动作做两次，三次，20秒，好吗？加油！九成在你跟前，看不见九成吗？教练，你们能不能把音乐开一点？他没麦，我好尴尬哦。往上推，记住，杠铃杆在胸的正上方。往上推，推 ，squat，push， 推到你的头顶斜上方。OK， 推到你的头顶斜上方。加油！第二个动作。你们九在后面的是九龙，那我的天，你们今天是怎么了？耶！哎呦！给！为什么我要求？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女的超顺，举了一头腿，突然出现。主要是那个教练开始没开声音，我不好意思大声说话。哇，这个教练也太有激情了吧，耐斯啊！这个铁飞出来打的也是我呀，你们放心啊。哎呀妈呀，我把我累死了。哦 ，take break。哦，我听懂了，我他妈终于听懂了。take break。来一打。Take a breath 就是调整一下呼吸。我真的怕他飞过来，飞过来也毁容的也是我呀。没有，哪又有外国人？没有外国人。教练。Take a breath。是那个呼吸，那个 B R E A T H T H， 不是 K。对对对，这位朋友很有文化了。控制住 ，hold 住 ，hold 住。身体不要转，不要转身体，手不要转，你的核心，手不要转。他喊你把手刚住，转身。走起！哦，还没开始啊。他说的 take a breath， 你们不要骗我了，我速度的多。我觉得挺轻松的呢。你去啊！我觉得一点都不累啊，今天。太聊了。好火。
好滑稽哦，这个动作。我都看到了哟。啊？什么？什么 ？Good boy。Good boy。还有一次。还有一次 ，One more time， 加油！动起来！赶紧完事儿了。说啥呀？今天。打游戏那个 ，Ready Go， 跳，跳，加油，继续，哎，打到手法了，手法了，跳，哎，往下蹲，往后坐，划船，飞飞举起，往上拉，哎呦妈呀，这个 free， 这也太好了。可能是我没去做，我做了五分钟，马上是原地死亡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接受我们战歌的。太慢了，我们的战歌。你们靠了我太近了，鸡毛说三个直播间全是我的声音。挺好的。给大家调整一下呼吸，一分钟。要是教练放给我会唱的歌，我可能会唱起来。不要马上坐下，站起来，走动一下，调整呼吸，防止头晕啊。背上那个纹身好好看啊，背上那个纹身。教练放给我会唱的吗？去买水。4 2 1谁穿了粉色的卫衣啊？没有啊，没有人穿粉色。你们今天都是怎么了的呢？你们跟他只练了一个小节。我们有七个小节，你跟他只练了一个。心态崩了。除开热身，只做了一次正式的训练。阿姨，这个腰吧，腰痛的，深呼吸，调整一下。标准阿彪也要跳舞，要不然我还没有说让你们不能吐槽啊。陶子正就在跟前，你们看不见，你们这今天怎么了呀？感冒，我粉丝看着你。他弹幕赶快起来。我
新队服的卫衣是白色的。你选择 push， 记住不要用你的手肘撑得太直，直接正向前方，双腿稍微打开一点点。林子在呀，林子在直播。最简单的 push， 林子上厕所去，买水去了，买水去了，买水。哎呀。Ready， 只做肘关节区。第二个选择，不能所有人都这么简单啊。第二个选择，重心往前推。第三个选择，我在看脸吧，算了，不看屁股，看屁股不太好。哈哈，故意的，加油！这是第一个动作，第二个 jumping launch， 什么玩意儿？jumping launch， 所以说，客场的是黑色的。哇，你有点乖哦，九成。第二个，头点，做弓箭步跳，好吗？可以 ，OK 吗？除了我，现在在上课，所以说要听我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好骚呀。这个教练好有激情。是之前的，还有个头发。OK， 啊，我忘球了。第二个，做 push squat。新队服啥时候安排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安排， press， 安排了就给你们说吧。第三个，教练杆放到肩膀上肉最多的地方，蹲四次 ，is heel lift， 体重向上，蹬地向上推，你明白了吗？啊，做什么？然后呢？嘿嘿，这叫不专心听课哈。待会儿下课你再不专心，我会罚你做五十个 burpee 啊。burpee 是啥 ？burpee 是啥呀 ？burpee 是啥呀？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做一个这个。哇哦！不 ，burpee 就是蛙跳那种吧？不比了。什么时候安排周边？周边我们已经在设计了，不要急啊，兄弟们。啥玩意儿？听不懂啊！今天我就像个文盲。教练染的头发就是我做的。这教练不是新来的，染了头发。Nice， 牛皮。自己选择。你的床上举着一块铁，向你快乐的走来。走到了这边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头的 ，You know。蹲下去。蹲下去。I don't know。阿彪被影响。阿彪真的一如既往的认真了。教练他已经太有激情了，真的。啊！我有这个激情。哇，这个教练真的太猛了，这个教练。nice。他学的啥？他学的啥了？第二个。
教练也很辛苦的，头上全是汗。And what you like? No? I don't know. Yeah, I'm a 废物。Yeah, five. You're five.I'm a 废物。拉到锁骨上方。报告教练，我没有锁骨。保持呼吸。继续。不要换。OK, 第二个 Hold on. Hold on.哇，教练这个专业，硬核，双语教学啊。康俊龙是睡着了吗？来，康俊龙，哦，他是近视眼，看不见。就是要虚眼镜，不是康俊龙没有睡着，他是取了眼镜就眼睛要虚的，我就是近视眼，我自己都知道。哇，这个动作曹志正专业，硬核。这个就可以去当那种激励师，这个教练。教练可以做，哦哟。估计今天结束，教练嗓子会哑。就我再也不想带他们了。曹志又顶着铁来找你了，今天小老弟来了，在后面。头打。哎，他们新队服这个裤子有点好看哦。他咋这么搞笑啊？教练去看比赛，然后就在下面喊。林子直播间有林子的哈。他说的那个 reach 是啥意思啊？来，教练放下。
个啥呀？我没听见呢。俯卧撑？那50个俯卧撑，我就直接选择原地死亡。特美了吧？还走路背打直，不要驼背。妈，我肚子好痛啊！为啥？你没吃药？啊，你不能吃。我现在不能吃，我没吃饭。我坐这儿看他们那个多好玩儿。我估计曹志，我看曹，我估计曹志的那个手可能就跟我差不多吧。五个直播间，五个不同的角度，因为我们是五个人呐、啊。那不可能，啤酒一个人拿五个。啊，这有点害怕哦，有点恐怖。上脚都不够啊。哇，这个是队员们在健。你过去啊。你这个是谁吗？不是九成的女朋友在帮他直播，我怎么可能是九成的女朋友？太搞笑了，我是九成的同事。有人问你是女朋友吗？不要乱说话啊！对，是九成的老母亲。我们拿在手上的没用手机支架，我们同事，我们工作人员一人拿一个。不要乱说，我是工作人员，什么嫂子好啊，给我闭嘴吧。你们不要搞我。是怎么做到五个不同角度直播的？那说明我们很厉害呀。这问题啤酒大概是个怪物，有五只手。声音不好听，那慢走啊，谢谢。嫂子。求求你们了，放过大宝。
来帮助你们。早穿毛衣穿热了。再想一想这句话，不想这样出去我就给你们。就不了吧，就不了吧，就不了。哎，你们不要搞我，什么嗓子？我是工作人员，求求你们。再乱喊，我要禁言了哟。正常的，肿了，它是肿了，红了，肿了，我看可能是不小心整的，可能是被蚊子咬了。那是可能的，来，一直到这边来，一直到这边来，对着站。对着站。看背影。来。你要干嘛呀？现在。没事，踹到我们也不痛。你们站到台上去吧。我直接一脚就把腿踢了。我们上舞台了。对，来，你们连接电话还有路啊？你别在老师的地方了。你要交通啊？我到哪了 ？OK， 你要这里的。我疯了。这里。我就不拍曹志伟头发了，这不太好。谁的杠铃响了？在这里，念拿过来，在这里。
当当当。不了了，明天如果还要播的话，我就给你们调高一点的嘛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先将就一下。可能是九城这边用的，应该是好像是用他们新电视在播。那明天如果不行，我就用我自己的手机给他播。教练太嗨了。卡了吗？啊！
叫。我这儿看不打卡。哇，这个就有点累了。康静龙已经完全顶不住了。认真的男孩子真帅。认真的男孩子真的帅。大家也要学习九成这种做什么事的认真的精神啊，好啊，未来有希望啊。我民族有希望，国家有未来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年轻人。老妹儿，锻炼心肺功能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说了锻炼心肺功能的，啊。这个卡，我明天再想办法吧。今天我想不了办法了。只有一个脚上来。一个脚，你两个脚更累，乔治。哦，现在两个脚了。看吧，这下子累的。不忘。他这个有点卡，我可以关了重开不？他这个有点卡，我可以关了重开不？说卡，我们一两百，我们都不低。
不卡，我们看了不卡，你们听就欺负我。明天换那个的，明天换清晰度高的，我用我自己手机。不要拍。哎呀，我明天给你们调一下吧，今天就先将就了，好吗？我感觉也快完了，都一个多小时了，乖啊，大家听话啊。今天我给你跪了。有外卖。先等吧，去一点。都十一点钟了，那也快完了，这个。我的一会儿就送到了。哦对。明天我给你们调一下，不然就用我自己的手机。完了，他没流量了，我的天！太近了，出来耶！后面的腿也是九十度向外拉开，向你的左侧外拉，膝盖往外拉。是啊。没有 WiFi 健身房， WiFi 肯定巨卡，他这没流量了呀，咋办呢？他没流量了，他只有100多兆了，他只有100多兆流量了，啊，咋没开个无限流量呢？你给谁说一下？啊，训练机。先不忙，等一会儿跟他说吧，等一会儿跟他说。嗯。我给他搞个热点吧，我是无限的。OK， 吸气，双手向上拉，吐气，推胯向前拉伸，左侧大腿前侧，胸腔寻找天花板。等一下，我退一下，开个那个哈。
要连等连 WiFi 呢。我的妈耶，怎么这么多啊？比如说我把这个界面退出去了，然后我们家界面是有隐私模式吧？还有摄像直播的。就你我如果不关这个直播，然后我要看其他东西是有隐私模式吗？啥没有啊？他们那边就是黑屏。哦，就是黑屏嘛。嗯，对。吓死我了。就是黑屏。在这儿啊，人在这儿，可现在看得到不嘛？人没了。九层的是吗？但是因为它都不是手机投在电脑上面就会出现，哦，但是会投在电脑上面就会出现。我刚刚本来想帮他连 WiFi 的，下场了吧我？没有，因为有那个。啊，我那刚刚上面有个手机号。啊。吓死我了。除非你要投到电脑上面才会出现。又是这个动作。辛苦了，教练辛苦了，教练你太辛苦了。我们周五还会再见的。大家把东西收回去哦。我来拿一下我的衣服。我们曹志顺还在。邀请教练去基地吃饭，咋不邀请我一下呢？你哪个呢？大家回去中午可以点干嘛哟？可以吃点蔬菜。明天应该还要健身吧？啊？要健身？应该明天还，那我每天都要来。哎。太好了。明天应该还要。今天不直播，我可能可以播，晚上吗？因为我晚上要去第二场，所以。然后我可以在，然后我可以用手机。就他可以用手机补一点。能就播嘛。能播就播嘛。不能就算了。二队要播，二队要播。你拿吧，他们都自己在拿了吗？他们拿了。
带好东西。嗯，你这个提示流量不足的，不要紧吧，继续开着。我不知道哎。啊？应该要紧吧？就准备待会儿下播吧，我去问一下，你拿着吧，自己播。啊？我没流量了。继续播，不管。我靠，没流量了，等一下。继续播，不管。不管。到十二点再说吧。啊，播到十二点。长了一个痘。先播，今天先能播到多少播多少。那、啊、到时候没流量咋办啊？到时候没流量再干嘛？我靠，大王卡咋买流量啊？大王卡怎么买流量啊？大王不能买流量吧？你只能充，你充话费啊。大王卡买不了流量了。行啊、我靠，你他妈搞话费，奢侈！大王卡1块钱500兆、啊哦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以为1块钱才3兆。六六六，500兆，这个老长。我以为1块钱3兆。就毒嘛，我操！大王卡就是用那个，他自己就有那个，就1块钱500兆。他自动会买吗？他本来就这个功能。他会不会自动买？不会啊。不会，就是、反正就1块钱500兆，我知道，只会扣1块钱。我知道，要我手动操作吗？不用啊。哦，那就行。然后你每个月他会保。他是每天是吧？不是，多少？就每天有一次吧，我记得好像。无限啊。那个。无限啊。500兆。就1块钱500兆，无限。无限吗？不是每天只能买一次。他妈1天买1000次都可能。你一天用几个G都没问题。反正我大王卡充了300块钱话费，一个月了都没用。行吧。包吃百斤。有糖吃吗？给你们看糖吃哦，我要吃西瓜味的。看见没？啥叫偷糖？我要光明正大拿。